继续是车祸的消息，嘉义市消防局日前接到通报，表示中孝路有车祸发生。嘉义市消防局随即派遣第一消防大队、第一分队出动器材车和救护车前往救援。嘉义市日前有一台小货车经过嘉义市中孝路时，甲轿车发生侧撞，小货车并伫马路顶头，车内驾驶被变形的车头压掉来受困。嘉义市消防局接到通报之后，出动器材车、救护车协助脱困救援，现场总共两车三人受伤。经过救护人员评估之后，伤者意识清楚，随即使用破坏器材破坏车体，协助伤者脱困，随即送往病院治疗。而另外一车的驾驶甲副驾驶也分别由救护车护送到病院。该气象局呼吁民众驾驶车辆注意前方路况，并减速慢行，保持防卫性驾驶观念，才使保障自身以及他人生命财产安全。新闻台民间气象号有歌。在家吃喝玩乐，探索世界，您准备好了吗？旺 TV YouTube 频道带您网络漫游，深入嘉义，最在地的美食，最及时的新闻。最感动人心的故事，只要滑动手指，全部完整呈现。现在订阅还有机会参加我们的抽奖小活动哦，马上拿起手机扫 QR Code 一起加入我们吧。